这可能是我见过最嚣张的官方啊！航海王热血航线直接把真正能打这四个大字写在了自己的品牌定位上，很久没见这么自信的官方了，忍不住想问一句，你还会打吗？然而等我体验之后才明白，热血航线确实是真正能打的航海王 3D 动作手游。从游戏主打的 PVP 来看，招式还原到位，路飞的线条巨人手枪，佐龙的九刀流几乎是完美还原了原著人物招式和能力，在数值平衡上也可圈可点。不仅如此，在 IP 还原方面完全可以看出制作组的用心，不仅还原了角色能力，更重要的是给大家还原了一个沉浸式海贼冒险世界，美丽的海底人鱼世界都在热血航线得到了还原， IP 还原度也可称真正能打。面对这样一款游戏，大木我也是真心想要看到航海王的伙伴们在这里齐聚。刚好官方为玩家举办了年终盛典，其中就包含新伙伴爆料内容，据说人数高达30位，还会推出新的原创国风角色。除此之外，盛典还爆料了全新的多人玩法，超大地图实时加载。作为游戏玩家，谁会不喜欢大呢？身为主打模式的 PVP 也得到了升级，首次采用了冬季竞技场、新增天气和昼夜的变化，在纷纷白雪中互相切磋竞技，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了。快来热血航线和伙伴一起向着海贼王的目标进发吧！